都唔係好知咧，其實即係加下涼粉裏面有唔少人都係中央政策組出嚟嘅。啊，我哋好多人想削減呢一個嘅新聞統籌專員嗰個開支。呢位新聞統籌專員咧，其實以前都曾經喺中央政策組任過職位啊。講開中央政策組咧，主席，即係其實加下現時嘅中央政策組嘅變質咧，或者個質素嘅下跌啊，同埋個低落咧，係令人感到悲哀嘅啦。即係最早前，即係我只記得當初成立嘅時候咧，好多負責嘅人咧，都係一啲喺呢個政務官方面咧，係被視為一啲幾標青啊，同埋喺官場方面咧，都係有表現嘅高級嘅官員啊，即係年紀都未必係太大嘅，就負責中央政策組。咁其後就算劉少佳。即係佳叔喺學界咧，都即係博有呢一個嘅聲譽啊！佢早前啲社會政治研究咧，都係有啲嘅即係新穎，同埋有一啲嘅好獨特，亦都係都算係幾傑出嘅研究嘅啊！去研究呢個香港即係社會嘅結構啊，即係講個關係影響，即係呢一個嘅權力啊。同埋社會嘅結構，即係政治嘅決策等等，咁喺過去20年咧，即係不少嘅研究。係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用17:3叫本會秘書處響鐘召喚議員翻嚟。